充电五分钟，通话两小时，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没有看过这些剧，你还叫过了暑假吗？我是山东济南大明湖畔的人们吗？皇上，哎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月河吗？朕怎么不记得？小舍利气白娘子小千简直美哭了。这两位站在一起，一下子就把自己带到那种感觉啊！是的，对，西湖美景就是那种。哎呀，天哪！先是这样，下巴颏。他就是这样。你看我的下巴是 V 字形的。其实我没有把其实年龄放得很重要，我觉得每个阶段的年龄都有每个阶段自己的状况。师奶杀手欧阳震华，拜金女王郭可盈，私下是这样的。可盈在我心目中呢？真的是一个小公主一样，她要吃什么我就帮她买。哎呦，她喝什么我就……你这么做的话，林先生应该有压力。对，她喜欢帅哥的，我知道。各种电视剧来串门，挑动你的记忆神经。拍完以后。没发现怎么越南好像今天是反的，还有几集啊？俩沟是冲上的，还有几集是冲下，冲下。但是哎呦，但是赶上8月15就没事了，是圆的，圆的。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，当时感觉真的很雷。他是野蛮的，真的。我不大不至于野蛮，但是就是只要一撒开之后就站起来。那些让人掉口水的神剧美食，原来真的这么好吃。真好吃。好，要把外面的泥土全部都撬掉。我接，先生们，这边就是来自我们江苏的叫花鸡。天南地北恰恰恰恰，路宽两面绿豆沙呀，放假就是恰恰恰。拉呀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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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傅撒掉手骨头。双呀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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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热就要喝一口。哇，香港的车载面好吃。